明报社评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，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，只有做到这一点，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有效落实。反修例风暴和港区国安法为本港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变化，中央强调爱国爱港者治港，反中乱港者出局，并要将这一政治规矩化为法律规范及制度。港人关心的是这条规矩界线会划到哪个层级，若说立法会等特区政权机构必须遵从，一些拥有实权的法定机构、咨询组织以至专业自主团体是否也要服膺于此原则。支持港独和勾结外国势力者不可能符合爱国者原则。与此同时，当年邓小平亦强调，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，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。中央这条规矩界线画得有多阔有多深，对香港影响深远。苹果头条，全球散户协淡仓兴高采烈，焦点股 GameStop、GME 昨晚反复劲升 134.8%， 报$347.51，升势仍未作罢，唯多项监管相关的不利消息令其股价于市后交易下跌 16%， 报$292。以 Reddit 为首的全球网民协爆沽空机构空仓行动，令到美国政府关注。同一时间，美股有复苏迹象，道指最新升逾400点，至30744点；纳指升130点，至14301点；标普升50点，至3802点。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 在其网志发表个人意见，当股价越偏离合理水平，无论是淡友还是好友，抛售的诱因是只会不断扩大，泡沫会如同正在上升中的氦气球一样不断膨胀，最终爆破。 Reddit 军队中的步兵散户没有意识到，在泡沫爆破时，最后加入的成员最终只会养肥最后一批短仓持有人。东方政论，本港疫情失控，连国家领导人都大表忧虑，偏偏港府废官好整以下抗疫慢十拍之余，还自吹对比欧美已算力保不失，简直不知丑字怎么写。但是已造成多区沦陷的三毛大厦卫生情况极之恶劣，为不管舆论如何狂轰，港府也是置若罔闻。这样下去，别说疫情无法休止，死得人多才是最不堪设想。目前全港约有5300幢三毛大厦，大部分位于油尖旺、深水埗、九龙城及红磡等旧区，而这些区域亦接连失陷。星岛社论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，政府昨日第三度紧急封区。因应北角锦屏街东发大厦先后有13人染疫，怀疑住户共用天井出现垂直传播，当局昨晚7时突击将4座全封，受限区域内的人士需于今日凌晨2时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，在所有人有检测结果前，受检者必须留在处所内，以减少交叉感染风险。政府目标在今晨7时前完成检测。特首林郑月娥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、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及警务处助理处长郭柏聪于晚上11时30分左右，先后前往封锁区现场视察。本身是北角居民的立法会议员张国军认为，区内疫情近期亦在东发大厦开始不断向外扩散，理解政府需采突击行动应对。经济社评，环球疫情居高不下，航空业苟延残喘。国泰航空仅约半年前才接受港府注资兼供股筹集390亿元，
昨日又再发债逾67亿元，令股价创逾12年来最大跌幅。变种病毒肆虐，全球检疫限制易收难放，削弱各地航企赖以续命的货运生意，疫苗接种进度和功效双双存疑，客运复常遥遥无期，业界或仍要苦候新一代针剂促成国际疫苗护照，才能真正脱困。本港经历的四波新冠疫情，源头皆是外地，港府为外防输入，填补潜在漏洞，万不得已对机组人员设限，却变相令国泰流血更不止。国泰昨日宣布发行可换股债券集资67.4亿元后，股价暴跌9.71%，收报全日最低的5.95元。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